网友们都来说说你们的存款有多少吧，我先来5万。啥？5万8。那天我刷出了一个视频，了解，有你是我的福气。走进科学，看到这个脚印，能不能拍3集？有钱人就是好呀，大拇指都住在单间儿。不知道，以为是杨村来的，在泥里踩一脚，专家可以研究好几个月。假如你在陪女朋友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女朋友的前任，前任和你说了一句我玩剩下的垃圾你还要，这时候你该怎么办？嗯，我会跪下来求他说不要再说了。你不要那我也不要了。相濡以沫，两个人对着吐口水。知书达理，仅有书上的知识还是不够的，还要学会送礼。无微不至，没有微信的地方不要去。见异思迁，看见好看的异性就想搬到他家里住。废寝忘食，废物在寝室忘了吃饭。穷追不舍，贫穷一直追着我不舍得走。知足常乐，直到有人请自己洗澡，所以很快乐。万死不辞，在单位被气死1万次，但是不辞职。一穷二白，你一旦穷了，别人就会用两只白眼看你。杯水车薪，每天在办公室喝杯水都能领到一车的工资。厚积薄发，累积了很多雄厚的知识，头发却没了。刚好没带纸，小家伙自己上门来了。那已经是败的吧。考试时被自己的答案逗笑了，奶奶走路的速度为每小时700码。我的战斗机奶奶。Sir, 爸爸今年比我小20岁。我可能是不同意义上的爸爸。妈妈15岁，小命8.25岁。爸爸真行。汽车卡，火车火卡。70岁的王奶�奶过一条100米的马路只用了1.5秒。闪电王奶奶。闪电。公交车上还剩0.5根。原价580的衬衫打完折6.3万。养老院有500.34。妈妈长得都很好看，为什么我长得那么丑？龙梦成仙。动漫里力气穿帮的片段你见过几个名场面？一只长腿。一只派大星。多少有点薄弱。侠是去哪儿放球去哪儿了？不会游泳，用副乳游吗？又来一个不会游的。这怎么拿筷子呢？那是幽景。网友问，开自动挡的车你们是把左腿放哪儿？左脚伸出去搬其他的车。你那是幽景。五分左右。伸出窗外提示路人保持安全距离。我一般都卸下来放后备箱。我一般都是放在家里，出事的时候还能伸条腿。哎呦我的妈。伸出去打左转指示，放窗户上兜风，左脚在包饺子，都审慎。这些沙雕新闻居然都是真的。宁夏男子入室盗窃，
逗留三小时，找了15个鸡蛋，还顺手撕了小孩的暑假作业。小孩说：“听我说，谢谢你。说谢谢”警察一晚七个路口捡回8个醉汉，结果发现全是一桌。接到女儿被绑架电话，被索要50万赎金，妈妈砍价砍到3万3。哎呦我的妈！有理有智。浙江夫妻幻想中500万，因为分配不均大打出手。一男子偷窃仓库，价值5万饮料，连夜将瓶中饮料倒掉，将苦命卖了200多元。炸！这都审讯？小偷脱鞋入室行窃，仓床底因脚太臭，惊动屋主被抓。5000人马拉松比赛第一名跑完全程，第二名带4998人报存。谁知道这个烧的是干嘛的？好好奇，食堂阿姨用的，以后都不用刀了。孩子够吗？孩子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看视力表当眼睛用的。防止小孩无端。小孩啊，对对对，我下来吃。几刀都用的，逗了方中杰一气就出了。哦，当马桶垫。你们最社死的经历，冬天学校跑步鼻涕要流出来了，想问前面的人要点纸，脱口而出给我拿点屎。有一次拉肚子，我堵的是个屁。小时候我姥爷去世，那些长辈就低头哭，我挨个扒人家眼皮子看有没有眼泪，没有眼泪的我就大声曝光他。大袖子。在喜欢的人面前笑，然后笑出了鼻涕泡。一次去男朋友家上厕所，把厕所给堵了。有一次拉肚子憋不住到家，找了一个草地刚躲下裤子，后方有一辆车的大灯亮了。不回信息的人要怎么怼他？连我消息都不回，回什么？回家的诱惑。不会有信息，把你的兄弟推给我。185八块腹肌。我是狗不理吗？你今天假肢是坏了吗？身残志坚。你手机是收不到信息吗？你赶紧换个新手机吧你。你是手指太短按不见按键吗？为什么不会有信息？我特意为你学了打字，半天不会一条信息，你怎么不用飞鸽传书啊？你这话忒多。如果对象说我们分手吧，该怎么回？没有对象。今天分手的有点多，你排排队吧。扣个一。好嘞，知道了。缓缓不行吗？我刚分了一个。你还挺有理。你们几个逗你事儿多。你先回去等通知吧。你车坏。我说你叫啥来着？